2016年 Energy and Use of Energy 第二條，咁題目就係一個 Light Source 喺呢度，喺地下照上去，咁就佢就問咧，想喺 centre 度咧就度到咧200 lux，咁就問其實佢呢個 source 個 lumen 要幾多？好啦，咁其實即係個 fast 要幾多啦？咁首先咧，如果佢照上去嘅話，就即係依個距離咧就要 R 咁多，依 R 距離啦。咁而去到呢個位嘅 fast 咧，係啦，如果按翻啦公式表啦，就會係個 energy 就等於翻呢一個嘅 fast， 再乘翻 cosine theta over 翻 4 pi r square。所以我們就可以代回下去啦，現在我們想要的 lux 就是要200 lux， 這邊就是 4 pi， 這個距離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不是定理， 1 square 加回 0.5 square， 即是 1.25 開方 1.25 啦，好啦，所以這邊就是開方 1.25 的 square 邊發生。 cosine theta 是多少？ cosine theta 就會是係好啦，咁我哋重新都温埋 cosine theta 呢一隻角啦，呢一隻角就會係從 normal 睇，從佢 normal 睇 ，OK 嘅夾角，咁所以呢個夾角咧就會係呢隻嘅夾角，咁所以 cosine theta 咧就會係0.5 over 1.25，咁咧撳一撳機，撳一撳機，咁你咧就撳到嘅答案咧就係7025 lumen， 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A 啦。